天突然降温了，感觉一下就到了冬天。啊，正好今天这边风急，带小诺诺来买漂亮的冬天衣服衫。没听见，真的只要一元，赶紧来挑。看来都是有的偏有，都是15-20的。你看这20，这20，基本才15度。嗯，这怎么卖呀？15啊，贵哈，便宜的嘛。站起来哦，站起来了，这怎么买了？哎呦，太皮了！你看，别吃喽，等等，拖着吧，来，吃脚吧。哎呦，可以带假跳球，真漂亮。小黑，你抱着吧，啥子啊？转了，再拿小的话就有点小，再拿点大的，嗯，行。这么就倒霉。嗨，嗨，嗨，给小黑黑打招呼了，小哥哥，啊。外婆给你买啥？泡面。妈，这种菜了。啊，泡面。赚多少钱？泡面。啊，行了。哎，拉头拉开。拉上。哎，我妈赚几百块钱，有一天掉了，吓一跳。小磊，是不是打到你爷爷了？来呀，打到他亲爷爷了。你让爷爷抱抱你来。你让爷爷抱抱你，去了。还有碗吗？来来来，这个抱卖好卖啊！一份15元，量大15元，统款15元。爷爷走了，我让你了啊！走了，走了，我要来。要不要啊？要不要？来，全场15元，一份15元。啊，这个好卖，卖。最后两天，全场只卖15元。爷爷抱的，走了，要拜拜了。拜拜了，拜拜。刚才给诺诺买了裤子，然后现在再给他买一件外套。小妹，这件好看。天天光想给人家买粉色的。诺诺啊，诺诺，你喜欢粉色，喜欢绿色，把你当闺女养了好不好？来，穿这试试。来，漂亮，漂亮的，哎呦，可爱的，这诺诺长得呆萌呆萌的，哎呦，这是什么呀？那买花衣服怎么还哭了？哎呦，这太好了！哦，不哭了，不哭，怎么穿好衣服就哭了呀？这样看，你说 I love you 好不好看？诺诺，你说 I love you， 这个好不好看？怎么比我还黑了？那个看镜头，看这里哦。咦，像个洋娃娃。老板，这件多少钱？一样的，都60的。少点50嘛，50。不是最近我你看穿什么的？55啊，那就55吧。咦，买好了。大家看，我们诺诺又买了一件外套。这个外套是55块钱，是不是诺诺？诺诺谁付的钱啊？外婆给买的哟。来来来，大家看一下，诺诺买了3件衣服，嗯，这一件外套55，然后里面一件小卫衣15块钱，然后又买了个裤子，15块钱，裤子也15，15、15、35，85块钱哈，嗯，85块钱买了3件衣服。其实农村集市上卖的衣服还是蛮便宜的，诺。大家看诺诺这衣服好不好看？萌不萌？呆萌呆萌的小诺诺。